我的功能应该跟异性是一样的吧，就是负责舞蹈的部分，对不对？
其实我们之前开过，我们六个人，是吧？我这还没说呢，你都抢答去，抢答一下，我就负责这个剧务，剧务帮他们抱衣服，哎，他们跳累了，帮他们倒点水，别太客气了，别客气了，你这各有特长啊，反正这个我们都是互相弥补，那唯一就是比较强的红雷没来，红雷只要是顶镜头就可以，把脸往镜头前面一摆，哎，齐了，对。谁跟谁？我们两个。你是哪儿的？你过来，你过来啊！你真的，我这剪了半年白剪了，你这句话。你看你的穿的大浴袍啊，这没有，这没法，这是我得叫老师前辈，这不能放一块比，这在我心中永远是重量级。哎，你在我他但他在我心中是最重量级的，超级重量级的，我最离不开的，知道吗？因为离开他就显出我来了，是吧？刚刚下面小叔一直在拍照嘛，我不知道你们合照的时候谁是躲在最后面的。会有人刻意躲吗？不会不会，就谁拿起像手机起来拍，我们就会开始就凑镜头了，所以不会有人会躲在最后面。但博哥不是因为啊，其实我们的差距都蛮大的，有的人呢不用躲也很好看。有的人躲得再远，躲到天边，比如今儿没来，他还是躲不过去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现在我们想说，在你们那个组合说没有缺点，那个对，说老板没有任何缺点，那问一下兄弟们，觉得这句话认同吗？他们说我没有缺点，这就是我最大的缺点，因为都是优点。没声音是太累了，是不是？我活太累了，真是好辛苦。我从哥哥们身上学习。哇，他现在这么会说话，他肯定说哥哥们。每一个人的说话的习惯方式都不一样。能不能模仿？就是。红梅。哈哈。学了个鸭巴子。学艺不精，学艺不精。就是哥哥们他们还是前辈嘛，就所以学我学得很像，我觉得。哎呦喂，怎么样？不错，还有，不错，那磊哥，师傅，就是这个。我跟你说啊，能不能在明天那个对抗之前，向跑男放句狠话？向跑男放句狠话。这怎么能放狠话呢？你这其实都是朋友啊，注意身体。保重安全，对啊，好好的，其实就不在一时胜败，不要气馁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对。五位哥哥在一起肯定是很开心，那下一季几条什么时候有在筹备当中吗？筹备我们一直都在调，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调，对，今天你看就没挑着没挑又挑一块儿去啊，而且我们经常吃饭也在一块儿挑。来，我们最后一个问题。哎，问一下，这就是老街坊，那个就是你在微博上为中国的原创音乐也发声了，很多人都说你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刚了。刚，鸭蛋娘吗？越来越刚了。但是我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个人，他一直在跟我在交流过程中，他说其实我很缺乏一些表达，就我只是想把我自己想到的东西表达出来而已，对，就今天让别人知道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说我缺乏表达，那我就更加多的去表达一下自己，仅此而已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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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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